主料：猪前脱节肉300克，辅料：盐、叉烧酱2汤匙，白糖、蜂蜜、白酒、蒜末、蚝油1汤匙。准备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猪肉买的时候，请肉店师傅顺便切开。猪肉用牙签扎若干小孔，放入叉烧酱、蚝油、白糖、白酒、蒜末，也用手揉一会，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一晚，入味儿，烤盘脱锡纸，放入腌好的肉，烤箱预热200度，把烤盘放入烤箱中层，烤20分钟后把肉翻面，刷腌肉的酱汁，再烤20分钟后取出，刷蜂蜜，再烤10分钟即可。叉烧晾凉后切片，配青菜和米饭，就是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午餐了。烹饪技巧：烤制的时间请根据肉的大小自行调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